本就是享受幸福晚年的邱女士，竟然饱受病痛折磨，日日与药物为伍的生活让她苦不堪言。面对邱女士的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解决？其实啊，在我们看这个片儿的时候，阮老师就已经有针对性的把一些典型的食物挑出来摆在这儿了。对，这都从人家冰箱里搬出来的。对，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烦恼，家中进行一次大扫除，冰箱问题总是很难解决。本期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关于家中冰箱的小妙招？就冰箱里搁上一杯去味杀菌。不要走开，本期精彩马上开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铁峰。今天给我们分享养生菜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高级营养师，您的健康管理专家阮老师。您好，阮老师。铁峰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英平，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三级公共营养师，三级健康管理师。同时欢迎两位健康观察员。阮老师啊，啊，今天节目之前，嗯，你就手里攥着，嘴里嚼着，嗯，现在还嚼呢，什么好嚼嘛呢？好东西，给我也搂搂来。哎呀，哎呀，好玩啊！老师，嗯，不错呀，新鲜的。你看他们俩，对，你看他们俩，不给咱俩吃，对，带点东西还老掖着藏着呢，就什么东西啊，就不能给我们俩看还？嗯，铁峰老师啊，嗯，要不要给他俩尝尝？分享分享。好了好了好了，啊，来来来吧。嗯，我看看，我尝一下，给点给点给点，我点松子儿嘛，是松子儿，啊，松子儿，来我尝一尝。来。老太太护食呢，你说，怎么样味儿？哎，真香，好吃，真香，特别香，是不是？嗯，待会儿下了节目，我估计他们俩，这还不够吃。我就是吃着一口，我就心里舒服。对，咱们接下来得干点正事儿了吧？没错，没错。阮老师啊，哎，您今天给大家准备解决什么问题呀？每天都得解决问题。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这个还得从我前两天收到的一个微友的求助说起。好，我就觉得吧，这个求助啊，对于我们当下这些老同志们的健康很有启发，所以我今天呢就决定把它拿到节目上，跟大伙儿呢一起来讨论讨论。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视频中的这位邱女士，她今年已经68岁了，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哈，我的那个身体情况。我吧心脏不好，就是平时吧，哎呀，就是那个老上不来气儿，心悸呀，心跳，哎呀，觉得浑身吧没有力气。完，我合计，你说我这一天总搁家那么躺着，也不是那回事儿啊。哎，像我们那姐妹们吧，人出去总是唱歌了、跳舞了，搁广场啊，哎，特别开心。我就不敢出去，为啥呢？我这心脏不行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平时吧，用点药呢，顶一顶呢，还可以。我总吃药吧，也不是那个问题。我合计呢，有没有食疗的办法，让我吃点能缓解缓解我的心脏呢？原来是心脏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其实不光是邱女士，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日日夜夜与心脏问题抗衡。那究竟邱女士提出的请求，两位老师能不能进行解决呢？现在和心脏健康相关的问题非常广泛。对对，而且不分年龄大小，就你们这年纪的也有很多。是，挺重要一个事儿。很多上了岁数的老同志啊，经常会出现心脏一刺啊、一闷呐、或者是一堵啊那种感觉，好像缓一下呢，这个症状呢就没了，对，就好了。要是大点的症状呢，恐怕就得上医院抢救了。那对，那我相信呢，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同志家里，我估摸着那枕头旁边啊，那个厕所里啊，都搁上这么一瓶救心丸。那么这个心脏它为什么会不好？除了那些我们已知的外在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的自我再造。我们这个人体内啊，有一种物质叫辅酶 Q 十，
心脏里这辅酶 Q10 的浓度最高，为什么呢？因为心脏它有搏动，它需要非常高的能量供给，但是辅酶 Q10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持续降低。所以说呢，为什么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的心脏更强壮更有力量，就在这儿。那里边就是辅酶 Q10 的含量多呀。对，那么在这儿呢，我得补充一点，像速效救心丸这类的药物，它是急救药，它不是治疗药，它不是治病的。如果您想要治疗自己身上一些病症，还得通过一些科学的正确的途径，你比如说食疗调养，或者到正规医院接受规范的治疗。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问题需要解决，或者您对于心脏的健康问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您都可以添加栏目微信进行咨询。那么在我们接到这位邱女士的求助热线之后啊，对，我们也对她的这个情况，对，我们进行了一番调查摸底，我们得搞清楚她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因为什么呀出现这个情况。哎，对，经过我们对她的生活习惯、遗传病史，包括她身体做了一次全面的调查之后啊，最后我们发现在她生活习惯上找到了蛛丝马迹。哎，而且呢，咱们今天呢还把这些物证啊给带到了节目现场。嗯，那么阮老师说的这些物证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到实地看一下。好，来。想要解决邱女士的问题，我们要从源头入手。经过一番调查取证，终于在邱女士家中的冰箱里发现了一些端倪。打开冰箱，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映入眼帘的酱料、各种调味品。在冰箱的中层，我们又看到了很多加工类肉食品以及一些糕点。那究竟冰箱中的哪些食物会引发邱女士的心脏问题呢？应对两位老师的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装箱取证，将这些问题食品带回节目现场。我这一看着邱女士家这冰箱啊，我就是感觉就回家了，就真的跟自己家冰箱堆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你看我们家也是有特别多的这个大酱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酱料那样，什么辣酱我就很爱吃。其实啊，在我们看这个片儿的时候，阮老师就已经有针对性的把一些典型的食物挑出来摆在这儿了。其实我今天呢带来这些物证呢，都是在邱女士家的冰箱里找到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看到，现在桌面上有两小堆食物啊，每一堆呢它都有一个特定的标签儿。那邱女士一家心脏不舒服的原因就在桌面上的这些食物里。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堆食物，在我的面前的。第一堆食物，它们是一些吃粥的小菜，小菜、啊、还有酱料。你们找到他们的共性了吗？就是下饭，对，好吃，有道理，一下就抓到和谐了，但跟我们今天的节目没关系，真没关系啊！我给他们的标签是什么呢？高盐，高盐。对，太咸了。但老师，你说这个盐这个事儿还能对心脏不好吗？对，我觉得老师您这个可有点吓唬人了。盐，它确实不会让人直接生病。但是你过量的盐，它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为什么说它会引发邱女士心脏不好的原因是盐呢？因为这邱女士她有高血压呀，我相信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对吧？没错，高血压跟这个心脏病啊等等跟这个盐呢都是有关系的。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先给大家展示一个小道具，就是这个。这是量勺。这个量勺是干什么的呢？这个量勺就是来装盐的。这个大点的这个大拇指可以摁进去，是6克。也就是说没有高血压的人，你一天就是这么一勺子，一瓶勺盐。这第二个勺子只能是食指放进去了。这个量勺呢它是4克盐一瓶勺。这个瓶勺是什么呢？高血压、心脏病朋友，你一天的盐只能这么一瓶勺。这第三个呢，只能是一个小指头吧，我一个小指头搁进去。这个就是家里的小宝贝们，一天3克盐就够了。六克、
4克、3克，这是盐的两勺。嗯，那么在我们观察这个邱女士的时候啊，发现邱女士啊，她每天都会在三餐的时候稍微的配上一点儿小咸菜。哎，那就是说她的菜里除了6克盐之外，她还咸，这个口味啊轻了点儿，再吃上点豆腐乳啊，什么酱瓜酱菜的等等。那大伙儿说他一天的盐的摄入量又是多少呢？这个我们现在呢已经找出了第一个让邱女士一家心脏问题频发的这么一个原因，就是高盐饮食。对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桌上这对儿吧。这一对儿啊，这对儿刚才郑毅就说了，看着这些东西啊就跟回家一样，家里冰箱都是这样是吧？对对对，这一对饮食呢我也给他一个标签。高糖。但是这个水果啊和这个蔬菜啊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怎么还能高糖呢？是，你说这个蛋糕啊，老师你说它高糖我还能理解，但是水果应该不会吧。首先呢这个蛋糕这两个字的出现，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都知道了啊。为什么说啊这个水果它也是高糖呢？其实水果界它里边也分高糖、中糖和低糖。很多的大夫就会让有糖尿病的朋友吃水果的时候您注意点啊，您得吃低糖水果，那高糖水果您别碰了。对啊，所以说一旦有糖尿病患者，那医生都会告诉他，对，有些水果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是啊，不是不让吃水果，对吧？得挑清楚。没错。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有些老同志你就得注意了，比方说这个香蕉呀、葡萄啊、荔枝啊，还有那个甘蔗、龙眼、红枣等等，这些个水果它属于高糖水果。哎，这个我听说这个西瓜糖尿病患者不能吃啊，是因为它高糖吗？西瓜呢不算是高糖水果当中的一种。西瓜呢是低糖水果当中的一种。它里边的糖分是高，你吃的很甜，但它水分多呀，糖分就占的少了呀，所以它是低糖水果。哎，关键是什么呢？西瓜里还有点人体需要的多种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它不含胆固醇，不含脂肪，西瓜还利尿，吃完了咱上厕所。对，而且西瓜还撑肚子，有饱腹感，咱不用担心吃西瓜以后人胖啊什么的。我还一直都以为啊这西瓜是高糖水果。哎，那么现在看来啊，对于高糖水果、中糖水果还有这低糖水果的分类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的。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高糖水果的区分，您可以扫描栏目组的微信，回复水果二字就可以获得完整的水果糖分区分表一份，让您呢吃得放心吃得安心。老师现场出谜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猜对了吗？彼无竹也可，古无食之也罢，打一个豆类的名字，身材纤细披绿袍，切碎包饺味儿好，打一蔬菜。不要走开，精彩马上继续。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已经把邱女士一家为什么得心脏病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给她找到了。对，就是高盐和高糖。对，阮老师您现在一定有办法解决邱女士一家这心脏病问题。今天呢我依旧是推出一套我自个儿精心搭配的养心护心餐给邱女士一家。同时呢这个养心护心餐呢它也适合于所有的人，只要您呢是想吃出健康，您呢也想吃出长寿，而且呢在吃当中想解决自己心脏的不适，那么这些菜您都可以食用。哎，那您说这套餐什么内容啊，都有什么呀？哎呦，铁峰老师您这是跟郑毅一样也着急了。哎呀，我必须得了解这些细节对吧？对，你们两个今天统一战线啊。今天呢我在这儿呢就不公布这个套餐里的菜。我想呢先让他们两位观察员呢上菜市场把这些需要的食材给我买回来，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呢再细细的讲我这个秘制的
养心护心餐，这是好事。你俩呢也就别在这儿待着，嗯，赶快上菜市场。怎么还不走啊？老师，我也着急啊，关键你得告诉我买啥呀。是啊，我们俩不知道啊。赶紧布置任务。赶紧布置任务。不过今天购买食材不像平时那么简单，嗯，我会给他们俩一人一个小谜语，哦，嗯，然后让他们俩猜，哎，根据这个谜语的谜底来购买食材。正义啊，嗯，还有观众朋友也听着啊，我给正义的是什么呢？彼无竹也可，嗯，古无食之也罢，打一个豆类的名字。嗯，那我给孟竹的是什么呢？身材纤细披绿袍，切碎包饺味儿好，打一蔬菜。好了，任务布置完了，走吧走吧。好，任老师啊，哎，俩小孩去买菜去了。是，咱俩别闲着，嗯，好不好？趁这会儿时间给大咱们解答一些微友发来问题。好，行不行？嗯，你看我这有一位啊，叫，哎呀，看我这眼睛也花了。和气每天，和气每天，和气每天。嗯，他说我每年都会给家里的冰箱除除冰、去去味儿啊，但是传统办法效果不明显。嗯，他想问问老师啊，平时这个冰箱除味儿、除冰，您有什么妙招没有？有啊，嗯，就冰箱里搁上一杯白酒，嗯啊，也不用什么好的白酒，敞口放的，便宜的，对，去味儿杀菌。啊，或者是，比方说咱们蒸馒头的时候，咱留一小块生面团儿，嗯，把这生面团搁在冰箱最上层的那个里头，嗯嗯，然后这个面团啊，它内部不是有那个小孔吗？啊，发面团嘛。对呀，啊，发面的面团就在小孔里，它可以吸收冰箱里头的异味，而且还经济实惠，一块小面团用两三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除霜吧，嗯，我是怎么弄呢？我把它断一断电，啊，冰箱里该吃的反正都吃的差不多了，什么冻饺子那些都吃完了，嗯，哎，断电，然后呢，我放一盆热水，嗯，把冰箱门一关，嗯，关一会儿，20分钟半小时，嗯，我再开开，那冰我一碰它就掉，啊，一碰它就掉，嗯，稀里哗啦给它铲干净，嗯，重新把菜放进去再冰上。嗯 ，OK 了。那个，我发现呢，这每一期节目都会跟阮老师学到很多生活当中的小妙招。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在冰箱清洁这个问题上又学一招，回到家大家都可以试一试。Hello， 大家好，我们俩呢今天又带着阮老师的任务来到菜市场了。啊，以前我就发现说我们是，就是告诉我们买什么，我们来买什么。对。然后要不给你个主题来买，哎，这下可倒好，买菜越来越难了。现在就太不容易了，真的。给我们俩一人一谜语。给你那个是什么？给我这个是彼无竹也可，古无食之也罢。我这个你想知道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就是我现在听到我这个，我一脸蒙圈。我先跟你说我这个，你先想着。嗯。我那个是身材纤细披绿袍，嗯，哎，什么切碎包饺味儿更好。你这个比较定向了，对，我这个馅儿里，就这几个，是不是？猜一猜，好像是个字谜。你那好像有点难啊。对啊，好好想想。所以好好想一想，我俩一会儿20分钟之后这儿见，看谁买的对。行，但是我觉得你肯定猜不出来，我看你现在这样够呛，你知道吗？好吧，一会儿回来见分晓啊。行，走了。猜谜语这种事儿吧，我可真是不太擅长。我觉得咱们应该去找一找这个更专业的人士帮咱们解答一下。走，咱们去看看上哪儿找找专业人士啊。哎，我看到了一位熟悉的姐姐，咱们去问问她呗。姐姐，我能问你一个谜语吗？就是我们老师吧给我出了一道题，想让我买个菜，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谜语呢叫做身材纤细披绿袍，切碎包饺味儿更好，你说这是什么呀？这个是饺馅儿吧？对，应该是这个。哦，是啥呀？饺子馅儿一般都是韭菜啦，哦，大白菜、芹菜。哎哎，是芹菜。对，我觉得是芹菜。你快快快给我拿点儿。哎，姐，你快帮我拿点就行，你就拿一会儿称就行。我这边不赶趟了，我还跟人比赛呢。拿这个吧，这个。嗯，行行行。给我6.5块。好嘞，好嘞，谢谢。不行，我得快点走，这万一正义比我快呢。
我刚才看梦竹到你这儿来了，是不是？啊。你们两个还聊得挺开心，所以说他那个谜语是不是你帮他猜对了？猜对了吧？猜对了吧？所以说肯定8-9不离10。那我这有一个，你能不能帮帮我？我先给你捣鼓一遍啊，我这个前半句是彼无竹也可，后半句是古无石之也罢，我觉得应该也是个菜。这个难度挺高，这有点想不出来的。偏心眼儿是不是？这不是偏心眼儿，这个难度有点高。那还得我自己猜。那好吧，那我就自己想一想吧。谢谢姐姐。哎。嗯，怎么了？我给你那个小礼物，这还算什么礼物啊？你把那个写在本上，写在纸上。啊，写出来。好嘞，那我就写在这个纸上试一试。谢谢姐。没事没事。彼无竹也可。这是个什么菜呢？古无石之也罢。哎，彼无竹。哎，那石狮，我知道了。毛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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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抓紧时间了，不然梦竹改，这有毛豆，太好了，姐，这个毛豆怎么卖呀？4块钱，帮我要一斤呗。好嘞，谢谢。毛豆买完了，我得赶紧去跟梦竹会合，不然他该比我快了。哎，这么一看正义还没来呢，那这回就肯定是我赢了。我就想到了，你肯定哎来了。就是你也买完了是不是？对呀、啊。我也买完了，但是你觉得你这个买的对吗？我觉得肯定对。反正我觉得你那个什么包馅儿，你买啥都行。那不是。但我跟你说，我这个绝对是有个，就是肯定是个谜底的。你就觉得你这肯定对？我这肯定对。那。我这小这个锦囊都准备好了，就是连走带画的这一路。说不定还可以啊。所以我就只能回去证明一下谁对了，对，是不是？走吧。走吧。咱们这两位观察员哈，啊，菜都买回来了哈。嗯。哦，凯旋而归。就是算是凯旋而归，我就觉得今天这菜买的太难了，我觉得脑筋把我消耗的呀，我觉得就是大吃一顿还能补回来。对，其实我感觉我那个还稍微要好猜一些，不过也是借助了一些力量，借助了一些力量。所以说老师就赶紧揭晓，看我们这个谜底对不对。我现在这个胜负欲啊，就已经在心头就是熊熊燃烧了。好，赶紧吧。那我们就先看看正义买的是什么呀？买的啥？我买的毛豆。毛豆，对吗？毛豆到底对不对？嗯，告诉大伙儿，回答正确。你看啊，为什么呢？因为呀，彼无竹也可，古无石之也罢。彼无竹等于彼，去掉那个竹。等于什么呢？下边的毛，这个骨去到左上的石和右边的枝，只剩下一个豆字儿，哎，所以呢就是毛豆。正义呢说对了，也猜对了。要不咱们再看看梦竹买的。梦竹买的什么？我买的芹菜，我觉得应该芹菜啊，这个也正确。芹菜呢就是身材纤细，而且是翠绿翠绿的。而且大伙儿呢都有吃过芹菜的饺子吧？阮老师啊，哎，这俩小孩已经把今天食材都买回来了。是，今天这养心护心餐你也该公布了。当然可以了。嗯，不过我们现在还缺一个食材啊，而且这食材特别重要。很重要。哎，我告诉你说啊，这食材它就在现场，要不让他俩找找？让我找，我觉得不会在冰箱里面吧？要不咱俩找找去呗？走吧，走。哎，别急，别急呀。我说找你们俩就去啊，我就想去看看嘛。翻一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呀。对呀。青枣还剩下点是吧？剩下点。没都给吃了。我没都吃了。还行。那观众朋友啊，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养心护心套餐里要搁松子呢？这头一个呀，松子它是被誉为长寿果。这第二呢，在松子里头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皮诺脸酸，这个皮诺脸酸呢可以调整和降低血脂，软化血管，而且还能防动脉粥样硬化。关键是什么呢？这松子里边的成分
能够有那个预防血栓的形成，啊，对咱们这些老同志的心脑血管啊，嗯，有非常强的保护作用。嗯，所以我个人建议啊，我们这些老同志啊，咱们平时嗑点松子儿，吃点松子儿，菜里搁点松子儿，能防止因为胆固醇升高引起的心血管病。哎，咱们降血脂、通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这多好啊！嗯，所以呢，在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养心护心的套餐里头，松子儿必不可缺。那您今天这个养心护心餐，这菜叫什么名啊？就叫做三豆百合丁。这些食材给它搭配在一起呀，好家伙，不仅能提升心脏健康，嗯，还会安神，提升人的免疫力呢。那就有请我们的大厨现场制作这道菜。首先呢，用这个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这个小加号，然后会出现一个黑色的方形的菜单，那里有扫一扫三个字，您点它，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像照相机镜头一样的东西，你拿它对准我们这二维码，哎，就会自动识别，识别成功啊，就可以出现一个全新的界面。这个界面最下面有六个字儿，叫添加到